4月6日，美国宣布针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俄总统普京女儿的额外制裁措施。新一轮的制裁对象除了普京的女儿，还包括俄罗斯外长及其妻子。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对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及其最大的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实施全面封锁制裁。根据美方的说法，美国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超过2/3的俄罗斯银行系统。据悉，美国目前已经针对140多名寡头及其家庭成员和400多名俄罗斯政府官员实施制裁。美联储4月6日公布了3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的纪要文件。会议纪要显示，许多美联储官员表示可能需要一次或者多次加息50个基点，每月缩减950亿美元资产上限可能是合适的。纪要称，与会者还一致同意，若市场条件有保障，可能要在3个月内或者更长一点的期间内分步设限。虽然官员们没有进行任何正式投票，但会议纪要显示，委员们同意该过程可以在5月开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6日表示，如果俄罗斯被允许参加今年 G20 会议，美国官员将不会出席。耶伦当天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对议员们表示，他已经向印尼官员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人在场，许多会议他们都不会参加。印尼今年是 G20 会议的主办国。据一位熟悉白宫决策的政府官员称，拜登政府计划冻结联邦学生贷款付款至8月31日，延长暂停期限，使数百万美国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推迟付款。自疫情初期就停止支付学生贷款后，计划于5月1日恢复，但在国会民主党人的呼吁下，白宫计划给借款人额外的时间来准备付款。该行动适用于欠联邦政府持有的总计1.6万亿美元学生债务的超过4300万人，其中包括超过700万拖欠学生贷款的借款人，这意味着他们至少迟交了270天，直到8月31日之后，借款人才会被要求付款。预计在此期间，利率将保持在0%。而众议院和参议院教育小组的民主党人最近以经济持续动荡为由，敦促总统拜登将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4月5日证实，他正在协助中国的调查人员评估3月21日坠毁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另一方面，一个由3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人员组成的小组已于2日抵达中国，协助调查坠机事件。该委员会1日还曾表示，波音公司的一个小团队正在前往中国协助调查。4月6日，洛杉矶县财务主管兼税务官基斯·诺克斯表示，因暂停驱逐令未能收取租金的房东可能无法履行其财产税义务。根据州法律，洛县财务部有权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取消罚款、费用、利息和与延迟缴纳财产税相关的费用。在2022年4月11日拖欠日期之后，由于与县的租户保护相关的原因而无法按时缴纳财产税的房东，可以在洛杉矶县财务主管和税务官官网提交取消罚款的请求。除了税务员有权取消滞纳金、费用和利息外，洛县强烈鼓励受疫情影响的房东向 CA-COVID-19 租金减免计划申请紧急租金援助。那些需要帮助解决从2022年4月1日到2022年3月31日期间所欠的未付租金和水电费的人，请访问 housing.ca.gov。正在经历与流行病相关的困难或拖欠住房付款的洛杉矶县房东，可能有资格获得洛杉矶县抵押贷款减免计划。该计划将为合格的房东提供高达3万美元的赠款，并扩大指数预防咨询服务，并惠及居住在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社区中拥有4个或更少单元的单户房东。